Wenliang 医生死了。陈秋实律师被失踪了，我的微信号被他们封了，我们的朋友们着急万分，武汉的朋友来找我，难受啊，是难受吧，是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就这个网上啊，也是又担心我，知道吗？真的知道害怕，因为我在武汉汉口的火车站，现在我旁边100米内一个人都没有，所以我就没戴口罩。